我忘了说，从十二月初我们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写给你自己作为纪念，或者说写给你的朋友，你其实也可以自己。是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，但他们也是我们写信马拉松生源的案例，一位是委内瑞拉的大学生。那他的故事呢，台湾人应该非常可以理解。他就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，然后因为对政府的施政感到不满，他就上街游行。那后来呢，他就觉得这游行有点没有用，有点无聊，所以他就决定回家。就他在家门口的时候，就被六个警员包围，然后把他抓走，然后对他施以酷刑。他甚至威胁要烧死他或性侵他，那所以这个人他就变成我们今年写信马拉松生源的个案之一。Some cakes, some nice snacks, but also fresh vegetables. Yeah.